老师哦。好，那我后边跟香槟拍山头前 ，AM 间等您主持播报工作，伊就想问下，爱为您做服务。初出的门，在所学浅，过来较缓慢，时间欠定所在，就唔忘在咱跟流当中，就是只好朋友，多多献功原谅，多多陪伴指教。有恁的陪伴指教，希望每只进步之工。啊，当然会场当中，我嘛看到咱自身这中国贵宾，我那伫咱的会场当中吼，来甲咱共享成绩。啊，原先袂对这地方较细分，较无熟悉，所以咱就是中国贵宾伫咱会场宴席当中吼，啊，无我当然伊马上甲咱接好着，只要无忙运多多海港运量，当然是呢，慢慢翻拨恁看个报，咱不代表甲咱新闻的这节通报。啊，恁马上嘛要打电话用主办单位，甲咱现场介绍中国贵宾，甲咱表示真欢迎，感谢哦！啊，当然咧，咱咧会场当中，陆陆续续，无论是一只好朋友来进入咱会场，首先咧先给咱安排咱家弟弟辣妹带来好听的迎宾歌曲，安排咱头一位我们的漂亮宝贝，我那是咱实力派手将，我们郎水哦，体格好，歌声真正非常赞。邀请我们的唱将曼君，先给咱带来好听的歌，送给大家。来，有请曼君。谢谢，感谢收听，听我的阳光，谢谢。